流通于世界的产品如繁星满天，数不胜数。为了得到世界的瞩目，为了赢得客户的信赖，产品必须经过试验和认证。 KTR 试验认证服务点亮了企业成功和国民幸福的道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致力于成为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国民安全的启明灯 KTR。 我们将努力成为企业的最佳合作伙伴，携手并前。 KTR 成立于1969年，是与大韩民国产业发展历史共进的韩国代表性试验认证机构。 KTR 凭借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和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各大产业领域的试验认证咨询服务。 KTR 拥有7大专业试验研究所，为企业提供值得信赖的专业试验评价服务。包括果川研究本部在内， KTR 的分院办公楼、专业试验研究所遍布韩国各大城市。此外，我们还通过全球海外支援和当地的网络，帮助企业进军国际市场。 KTR 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消费者安全。作为电器产品、生活用品、儿童产品等的专业安全认证机构，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拥有从电器电子产品到能源产业的所有差别化专业试验认证的基础设施，以确保准确评价产品的优效和安全。 KTR 以遵循化学物质管理法、产业安全保健法为前提，以保障产业的现场安全。为确保化学物质生产流通安全， KTR 开设国际化学物质注册咨询服务。KTR 通过打造韩国最大型化学环境试验评价平台，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 KTR 作为联合国认定的温室气体有效性评价检测认证机构，不断为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KTR 通过产品认证和性能评价的专业性服务，博得客户的信任。KTR 作为国际公认的认证机构，除了基本的 KS 认证服务，也提供包括 TR、S 标志在内的各种自愿认证等，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国民安全的认证服务。 KTR 为了提高企业品质竞争力，开展以提高材料部件、土木、建筑、汽车、造船海洋产业的性能和信赖度为目的的试验评价工作，构建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健康护理试验评价基础，提供生物产业全周期综合型服务。为引领美妆企业的成功，构建了化妆品临床实验中心，为企业提供化妆品试验分析、临床试验、出口支援等服务。建立了首个动物替代专业试验中心，以提供先进的生物试验认证服务。KTR 致力成为企业出口的基石。通过 KTR 海外分公司与海外30多个国家、130多个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提供欧洲 CE、亚欧大陆 CU、中国 3C、日本 GIS 等快捷便利的海外认证服务，帮助企业开展出口业务，同时开展与政府机关的海外认证申报支援服务，帮助企业进军国际市场。为帮助企业攻克贸易技术壁垒，提供合规性技术支持，设立专门的1381热线中心，为企业解决国内外认证难题。从产品开发、海外认证到市场开拓，我们将成为企业值得信赖的事业发展合作伙伴。 KTR 整装待发，面向未来。KTR 始终致力于试验认证，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时刻准备着。从融合产品的技术开发到专利、商品化发展，我们不断开拓新价值，共创新未来。KTR 构建了以开发新一代高附加值功能性材料为目的的专业基础设施，通过国防设备的耐久性、耐环境性影响的专业验证评价，建设繁荣富强的大韩民国。
为了赢得企业信任，为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为了国民的安全和幸福， KTR 致力于成为企业值得信赖的商务合作伙伴，为企业成功走向世界保驾护航。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国际领先试验认证机构， KTR 将与企业携手并进，共创辉煌。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 KTR。